因為咧呢兩種疫苗咧，我哋可以同時間接種嘅，而咁樣分最主要係方便長者透過針口嘅位置咧嚟分辨注射咗邊種疫苗。而且咧，我哋可以透過咧每一個疫苗嘅注射位咧，我哋知道邊一隻疫苗咧可能有機會產生一個過敏反應，而左手右手接種嘅疫苗效力同埋安全性咧都唔會因此受到影響。流感疫苗咧嘅保護期一般只有6至8個月，而且由於流感病毒嘅變化速度咧極快。上年接種流感疫苗未必能夠有效咁保護市民咧，今年咧免受呢個流感病毒嘅攻擊，所以咧我哋都係建議每年接種一次。喺香港最盛行、最難預防嘅肺炎鏈球菌就係血清三型，即使過往一直接種嘅疫苗咧就話已經覆蓋得到，但係咧佢哋對血清三型嘅保護咧亦相對比較弱一啲。所以仍然有接近近一半的成人會感染到血清三型的感染，而幼兒的個案更加可能高達70%。血清三型肺炎鏈球菌本身的體積比較大，又善於躲避免疫系統的攻擊，所以比一般血清型更加難處理。不幸感染到血清三型的患者有機會會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增加治療的難度，所以它的死亡率可以高達 47%。肺炎球菌疫苗顧名思義就是對付肺炎鏈球菌的。肺炎球菌疫苗有兩種，一種是結合疫苗，一種是多糖疫苗。市面上的結合疫苗有13價，2023年開始有15價和20價。13價肺炎鏈球菌疫苗在香港有了很多年了，當然就保護13種血清型。其實推出以嚟，我哋入侵性肺炎鏈球菌嘅個案咧係少咗好多嘅，但係我哋就發現佢未能夠完全有效阻止最難搞嘅血清三型。而喺香港近年有接近一半嘅入侵性肺炎鏈球菌個案咧係由血清三型所引致嘅。2023年咧新推出咗15價嘅結合疫苗，涵蓋15種血清型。研究顯示呢只15價嘅疫苗咧提高咗針對血清三型嘅免疫能力。希望可以解決呢隻喺香港肆虐多年嘅惡菌嘅。2023年咧，仲推出咗一隻新嘅20價結合疫苗，涵蓋20種血清型，比15價多出5個型號。呢度大概咧佔咗5%香港本土入侵性肺炎鏈球菌嘅個案。不過對血清三型嘅免疫原性咧，就同13價相若。多糖疫苗咧就只有23價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它固然可以保護23種血清型，不過相對起結合疫苗它就沒有那麼有效去產生免疫記憶，抗體水平維持的時間亦都相對較短。衛生署科學委員會早前就開了會，考慮到血清三型對香港的威脅，以及15價結合疫苗比起13價和20價更能對這隻血清三型產生高的免疫反應，所以就宣布用15價的肺炎球菌疫苗取代現有的13價，而這個建議是適用於香港的幼兒和老人的疫苗接種計劃的。一般我哋建議嬰幼兒至少接種3針嘅肺炎球菌疫苗嘅，分別係2個月大、4個月大同埋1歲嘅時候接種。咁有啲媽咪都會想幫個 BB 喺6個月大嘅時候接種多一針，總共打4針。肺炎球菌疫苗係可以同其他嬰幼兒嘅疫苗同時接種嘅，咁家長可以同醫生商量點樣去接種嘅。